大家好 ，STLM 咁啊，系时候介绍埋我今次买嘅呢堆车最后一架啦，咁就系呢一架83号警车，应该系83啦。83，啱咗，系你啊，83。咁就用紧上次我啱啱拍嗰条片嘅呢个20号同一个壳嚟嘅，只系将佢由个警车颜色搞掂新产品。咁就呢个嘢就不停写住呢个警察局啦、警事亭咁嘅嘢系，即系罪啊，警事罪。车顶白色加盏灯咁啊，不过佢啲散热位就，因为黑色所以睇唔到，系啦，佢呢个位呢个银色位变黑色，所以都有少少难认嘅，系啦。不过都仲认到嘅，系啦，车底仲系写20号，系啦。不是这个 Honda 的 Insight 功能就是避震和车尾门开得跟原本的一样，是啦，其实也挺有趣的，警车车头会不会弯进来，挺有趣。好，今次的车介绍来到这里啦，也是时候去帮一下二手车洗一下车，始终都不知道去那些什么地方，尤其那架可乐车封了陈小恐怖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